徐伟宁不够善良的我。谢我的先生，他是我最佳的队友，没有他的话，我不可能演戏演得这么轻松，在现场对没有心无旁骛的工作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好了，来吧。好，都好紧张哦。对，迷你剧集电视电影女主角奖得奖的是。徐伟宁不够善良的我。优雅、倔强、高傲、脆弱、自立又令人疼爱，这些难以演出的特质都被精湛的演技细腻刻画，松弛有度且扣人心弦的角色塑造，赋予人物深邃动人的灵魂，演出入神入魂。谢谢评审，谢谢导演徐艺婷导演，谢谢有花大 Q， 我要先把人谢谢完，我怕我忘记。谢谢台湾大哥大，然后谢谢 My Video， 谢谢公视，谢谢我的简清芬，我的量子纠缠，谢谢你，如果没有你的话，我可能也不会有这么好的瑞贝卡。谢谢，谢谢凯凯柯震东，谢谢小美。对不起，我很紧张。我给你吃饭了。谢谢。我要其实最最最需要谢谢的是所有的工作人员，因为你们的付出，所以我才有站在这里的荣耀。我会继续努力下去。谢谢我的家人。我希望把我的奖项，给我在田上的外公跟我的四阿姨。谢谢他，我的家人一直支持我，然后谢谢来现场一直支持不够善良的我们的所有的粉丝们，所有的朋友们，然后。谢谢我的先生，他是我最佳的队友，没有他的话，我不可能演戏演得这么轻松，在现场对没有心无旁骛的工作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